轩怡。这位来自海南海口的漂亮女生，她既是宇宙少女女团的成员，又是火箭少女101的成员之一。她在舞台上时而安静从容，时而活泼可爱，等到她尽情演绎时，就能展现女人的成熟性感之美，成为她最美的瞬间。你们觉得呢？这不，第一张图是摄影师在街边拍到吴宣仪的一张美图，她配了一个西装长褂，后背背一个方形背包，整个打扮给人一种很时尚很清新的感觉。吴宣仪伸出左手，加上她胶原蛋白的少女阳光般可爱的造型，就算隔着屏幕也能感觉到吴宣仪那种阳光的正能量，成为她最美的瞬间。你们喜欢吗？第二张图展现的就是吴宣仪在舞台上的十足魅力秀，她上身穿热情似火的上衣，只见她正深情演绎着歌曲，此时正在完成舞蹈中的某一个动作，下身配的短裤更加吸睛。这个造型不知道迷倒多少宣仪的粉丝，喜欢这张图的话可以直接拿走不用谢。第三张图，可爱的吴宣仪潮流的搭配风为她在舞台上的表现力加分，小编最喜欢这张了，你们喜欢的话拿走不谢。而最后一张图片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，宣仪上身着 T 恤装，下配黑色短裙，而且还系了一个黑色领带，外披一个黄色的大风衣，脚穿长丝袜，给人一种十足的韩国时尚风。当她穿着风衣跳舞，一定很给人一种拉风的感觉吧。你们喜欢这一张图吗？喜欢话可以直接拿走不用谢。喜欢宣仪的网友们可以在下方留言。